Hello， 多位大家好，我是郭仁，欢迎来到 FIFASound.com。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部同价位，即是10,000港币左右的价位，是没什么替代品的机，就是日本 Denon 天龙的最新推出 SACD CD 机 DCD1520AE。这部机呢主要呢其实除了是一部 CD 机之外呢，还是一部 USB 解码，而且还支援这个 DSD128X。 我们先看看它 CD 的播放。基本上呢很多发烧友都知道了，只是买个靓解码是不够的，如果想听碟谱呢转盘都很重要的。这部机呢、那个转盘呢也是用最新的 S-Switch Loader， 所以有回那么上下的了，要不要放一只 SACD 下去了。它解码呢就用 Burban 32bit chips， 所以他们自己都有回个 Advanced AL32 升频处理，升了频先给个解码做的。我们就听下 SACD 了。另外呢部機都有一個叫 Pure Direct 功能的，基本上著咗呢就 display 會刪啦，同埋 digital output 嘅 circuit 會刪，咁個聲會再靚少少添嘅。由於呢今次嗰部機呢就用咗個比較低姿態嘅 master clock， 所以整體嘅音質呢係提升咗嘅，而且呢 CD 同埋呢個USB 解碼呢個音質亦都不相上下嘅，咁更加正呢就係佢轉 source 都係快到不得了，大家睇睇一撳就係㗎啦。基本上用開天龍的朋友都知道了，用得很放心，同埋反應很敏捷同埋穩定啊！嗱，而家播翻 CD 啊，一撳又翻去了。但是我永不願再含糊地放下。